谁这么慢呢？你聋了，不是你聋了，我没说话。也不知道谁这么卡呀，都大师的人了，还卡成这样啊。为什么不说话？说啥呀？给我一顿喷，我还能说啥？我跟你犟一犟啊！我还不跟你犟呢。累。只能说是累。另外，最近也有点郁闷，说句实话。你们的精神空洞无比，很郁闷的。毁灭吧，累了。又给我这么顺，行，兄弟。开始 emo 了，有点 emo。有点郁闷，干什么都不是很顺利，能理解吗？再拉稀不拿了，那没装备呀，再来把匣吧。要我说直接升了得了，下边正好给我蹦出来，搞个力滚力搞一手，能不？来个武器大吸，这么的啊？第一把呢？我们能输最好是先输，输完第二把再开始赢。二十啊，没钱吃二十咋吃？你咋这么弟弟呢？你也太弟弟了，你有点弟弟的不像人了你。你干人事吗？我问你。你也不干人事啊！我一发现。
卖了也不吃，吃了下回合也吃不上，卖它干啥呀，不重要。那算了，第一把赢了就开赢吧，一直赢。应该能一直赢吧，我上头猪肯定能一直赢，要不我们升了，升了吧，直接上头猪，直接升。有点夜，那这个衣服不能那么穿。一会儿，没办法，我本来想输一把，他非得让我一直赢，这我没招啊。这么糊的星界不玩，我是真看不懂，又糊了。你玩吧，我就不玩了，你玩吧。生不不过拉克斯确实挺多呀，生了我们能上什么？没什么上了，算了，不生了。两星蝎的开局等于天胡，哈哈哈。关键那没有装备呀，那星界轮，哎，有点后悔了，这不是生的好，操，这人他妈有点狠，生了能打过吗？生了好像也打不过啊。后排装备好，我们没有羊刀啊，没给我羊刀，我这没招啊，生了也打不过，还好没生。主要是没装备，他要有装备还行，我就两件装备，星界龙装备不好他不能玩。要去战斗要么就让开，
三金林下边上。三星界三金林利滚利，哎呦我操，还得来文之斧，这不起飞了吗？这先上三星界，你们的精神空洞无比。三金林三星界，哎呀，全是套的，这咋这么多套啊？整这么多套干哈呢？魔抗砸了，看看有没有羊刀。魔抗我也不想砸，咋整啊？哎，不砸了，留着吧，一会儿再说吧。反正也不一定能赢，砸他干啥呢？砸得快，那要再砸个套子，这不崩了吗？再砸个套子，是不是心态直接爆炸？亲自小败。为额外的一名龙神，搞一把。那梅鲁西怎么死的？严阵一二，
器下来啊，对，武器不是那啥，对，武器冷，不过我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个羊刀。我的羊刀德莱文之斧刷的快呀、啊！就这么点血，玩六龙，你别叭叭了，我给你玩出来不就完了吗？叭叭啥呀？来张叠加，哎，算了，先鸡巴给他得了吧，这狗熊不太想给。想要张叠加。马上我们就无敌啊，别急，一会儿狗熊可以换武器啊。行，算了，还是给狗熊吧。哎，有点傻逼了这波，没事，不重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兄弟们。一轮利息就可以了，怎么样？
不怎么样。你别急，我知道你急。这个了，确实是没什么容错，要不然第一个两星叠加，无敌了，不需要地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无敌了，直接拉人口，攒钱直接拉人口，上九。上九再上一张龙神，六龙神直接起飞。哎，我整两个攻速，我靠！我们这力滚力赶紧升级。武器可以走，武器换日女，武器呀、啊，都行吧，不是很重要。换亚索，我觉得这个火炮可以住了，别的不是很重要，火炮里扔了吧。哎呦，这特别玩了，给的我魔抗来个离子啊，你们觉得呢？哎，龙牙呀，龙牙。什么少儿美术课编程的老师给我打电话，那孩子还没出来呢，那喜不喜欢编程不行，不能让他编程，可能会变秃。升级吗？随便补一个龙吧。补了一个粑粑上去也行，没事儿。可以飞升，哇哦，我操，帅呀、啊！帅呀、啊！随便给条龙吧，啊哥，随便给一个，给一个，你管给龙女啥？别整这索姆，这索姆没用，你给我换一个。你给我换一个，这个，随便任意一张，只要不是蛤蟆就行。地呀、啊，
递了下边没密宝龙了，密宝龙不够了，下边再说吧。哎呦这你坤哥都现在都开始狠了，看他们攒钱呢，攒钱吧，换张把索姆换张随便来张龙就行，随便来个五倍的十块钱龙就行，随便来8块钱龙女是最好的。两张夜印要不要？要啊，没用，不要，要了吧，20块钱，要了得了。完了，我把它骑着敲了。急着敲不？你们觉得？全敲了，行，全敲了。完了，不能放不？啊，两个夜印不能放一块儿，那不坏了吗？那咋整啊？那没办法了，那只能先用一个了。我不到啊，遭遇要了好了，两星也行啊。那就敲一个吧，骑着也挺好，敲一个得了。给你吧，行。赛芬就不要了，赛芬还要的干啥？好有钱呢，兄弟们，下边开地，行不行？行，这不行，行，下边开地，现在地来不及了，没空了，没时间了，下边开地，把坤坤换个龙女可以。不知道拿什么怎么办？要泰坦。
那我不给你。赛分不要，这不要，现在就把昆儿换龙女是不是就行了？你们觉得还用别的吗？我觉得叠加挺好用的，我就不换那个拔费龙了，不一定能启动得了。昆儿不能换，昆儿可以换两星龙女。两星龙女不比昆儿狠呐、石傲玉没必要换，石傲玉也可以。其实来回穿，直接地吧。这波打完野直接地吧，他们没有血了，他们已经没有血量了，全身五滴血，六滴血，还有个神龙卡莎，到现在都没删。太没了吧，啊，有点离谱了，有点没呀、啊、真是个没逼。三星叠加可以试试。一张没有，是一张都没有啊！投了，行，狼蛇眉，不换。你不投吗？你也投了得了。这人一顿骂，这六龙，哎，可惜了。这么想我死，这么玩的我玩你操，是星一顿星星，哎，给这游戏一顿骂。精神小伙叫滴滴，心态爆炸。心态爆炸了。